Net，哎，听到了。OK，你听到我说话吗？有有有，没问题。哦，那就好了。看到我的一个屏幕吗？奇怪吗？OK，好像透明的，透明的，你看到？OK，我们开始了，我们现在 on the air。哦，OK，是的。是，各位大家早安，这个很高兴呢，我们在 Coast Cup 第二天，马来西亚的这个 session track 登场了。那在开始之前呢，跟各位报告一下，如果说您今天有需要的话，你可以上我们的共笔去留下你的意见。那这个共笔呢，在我们的那个议程表底下，议程表底下你可以点任何一个议程的，比如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一个议程的这个 tab 那个框框或者是讲师，然后点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有包含了 Slido，也有包含了这个共笔啊。那另外呢，我们在荧幕上面特别放了Slido 的 QR code，所以如果说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你想要问问题的话，那麻烦你上这个 Slido，然后把问题贴在上面。那我们会在每一场的会议结束的时候呢，让我们的讲者呢跟各位回答你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第一场。那非常高兴呢，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呢，邀请到我们Oracle MySQL 全球事业部在亚太地区的这个总工程师艾文马，那跟各位介绍MySQL 的复制的一些特性和强项。那我们知道 MySQL 8.0 出来已经好一阵子了，那但是有很多的复制的功能呢，可能不是那么多人知道，而复制呢又可能是在 MySQL 的用户里面用的非常广的啊。那我今天就把这个时间呢交给艾文马，那请艾文马为各位介绍这个 MySQL 复制的强项。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 MySQL 过去到现在一些特别的强项啊。今天也会提到在 Replication 上面会做到这个 InnoDB Cluster， 那今天也会有关于最新的一个 beta MySQL Operator for Kubernetes 来做一个演示。我是马楚长，那在 Oracle 里头的 MySQL 部门呢，在亚太区啊、中国区啊、台湾、香港啊，我们做技术的。那也在香港呢有 MySQL User 的群组啊 ，Facebook 也可以查到啊，在台湾也有啊。希望你们有什么一些疑问呢啊，也可以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去提啊。可以在台湾的群组里头 提出来也可以。为什么 MySQL 要有复制呢？就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可以单一台来保存数据，一台我们要高可用，多台来保留数据啊，不要停机啊，也要横向去扩展，提供一些副本的一些服务。那副本可以拿来做一些包表查询，也可以用来做备份。那备份不是他自己的备份，也会做备份的时候呢，是通过副本的服务器呢导数据出来，也会呢利用到这个副本服务器呢，会做一些 ETL 啊，还是呢有时候一些分公司，那我们可以利用到一个多元复制，然后把数据呢汇总到这个总部。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哈、啊，要使用到这个复制。那但有些呢是多数据中心呢，不单是一个啊，所以呢复制是有必要的。那今天希望可以提到的一些复制的一些强项，那第一呢就是异步跟半同步复制，这个是过去到现在哈、啊、我们做的一个发展。那也提到一些性能的下面一些好处。那性能上面我们提高的通过什么来的，就是有一些并发的方法啊 ,Parallel Thread Applier。
也会对于一个比较易用的方法呢，就是创建一个 InnoDB cluster。那最后也会提到我们 MySQL operator。那第一个题目关于我们的异步复制，这个是 Morin 的啊，复制的时候我们开动的时候都是啊使用这个异步。异步呢，就是等于我们用 source replica 呢 ，source 呢是写数据的时候呢写 binlog， 那写 binlog 之后呢，提交事务就成功了。那在副本 replica 上面呢，它有不同的线程，有一条呢就是 IO thread， IO thread 呢就会跟 source 去连线，然后呢把 binlog 上面的数据呢推到这个 relay log 上面。那它是一步，它是一步的方法来取啊 binlog 上面的数据过来 relay log。那 relay log 抓到数据之后呢 ，SQL thread 呢就会把它抓出来，然后呢这个我们说 apply 呢就把 SQL statement 呢转换，然后写到我们的数据库上面，从这之后就可以读到出来了。这个就是异步复制，半同步复制呢，就是我们的副本服务器呢，有必要呢，就是把数据的不一定是写到本机，也要同步到另外一边，啊，不要有一个数据丢失的啊，不然呢，就是异步复制呢，它主机真的当掉的时候，最后的数据呢还停在啊我们主机上面，所以呢，有数据丢失的机会。就有一个半同步复制，那我们半同步复制是利用什么来的？就是一些插件，半同步复制插件呢，在 source 跟 replica 上面的服务器上面有使用。那如果呢，在写数据的提交数据的时候呢，网络异常，那它有时候时间超了，我们的一个复制呢就会利用到这个恢复到这个异步复制啊，这个是一个原理。那可以看一看这个演示，你会看到半同步在上面呢，就是在主机一直在写数据啊，一二三四写下来，这个每一行每一行写，那其实是75行。那对于下面呢，就是一个重机，这个副本重机呢就会有一个表，就是复制从这个数据源啊复制过来的，所以查出来你看到主机。它有87行，那边呢就是有87行、89、90。那现在在这个重机上面的 status 呢，状态就是说，它也有两个线程，一个呢就是 IO thread， 一个呢就是 SQL thread， 两个thread 呢线程呢都在跑啊。你可以看到现在 yes IO running 啊 ，SQL running。那现在呢 IO 这一条线程呢？我把它停下来啊 ，stop slave IO thread for channel 一，就是呢，它又写过来，你可以看到主机上面写的，它就停在123啊，123，那123呢停下来，这里的卡住了，原因就是我没办法写，它就停下来了哈、哦，所以呢就是半同步，像出来呢就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IO thread 不给你写，就等于它要卡住。所以呢，现在把它启动，一启动这个 IO thread 呢， 123又可以重启了。你可以看到123、124，那这个呢，等于 IO thread 就是等于一个方法来可以命令它去停还是写。你可以看到在停的时候呢，就是131也是停的，启动它就在可以开头了。好 ，multi-thread applier for replication 呢，就是什么呢？多线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利用到啊，不单单是这个写到 relay log 之后是一条一条写回去，是怎样选算出来哪一条事物呢可以并发同时写回去？如果他们是没关联的啊，你写表一，他写表二，其实最终呢，表一表二的数据都应该同时写回去，所以呢，两条有可能是可以并发的一个写回去。但是有时候是原因就是他写的时候是写同一个表同一行数据，所以呢他不可以把这个顺序呢把它调任啊，原因呢你把它先写A 等于一，然后写 A 等于二，但是你把它换过来呢，最后的数据的时候是 A 等于二才到 A 等于一呢，最后数据是 A 等于一，这个不对的。所以呢有一些方法应该算出来的知道是谁可以真正的可以跑一个并发的并行的啊的这个方法，
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一个 MySQL 呢，可以发展到就是可以并发的方法，它在有一些参数啊 ，parallel type 应该呢，今天很多时候都会利用到这个 logical clock 的方法啊，不然呢是以前是 merge 呢，就是 database。那这个 workers 呢，就是有几条线程一起跑，所以呢，有可能4条、8条、16条。那对于呢写下来的顺序呢，很多时候都会希望可以保留这个 commit order， 它应该排序呢应该跟 commit order 有关。那算法刚才提到的就是 dependency tracking， being not transaction dependency tracking， 一般有可能是一个 more commit order， 但是呢在速度上面算法可以利用到 write set， 就是呢它写的表它会通过一些 hash 的方法呢 hash 的方法呢来处理，知道这一条事物呢跟另外一条的一些号码是不是它有冲突的时候呢，就等于它应该串联跑起来了，不应该并发，如果没有冲突的它可以并发一起跑。那第二部分呢就是 InnoDB Cluster。 那这个 InnoDB Cluster 呢一个发展在 5.7 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出来就是有一个 group application， 是一个手工方法来部署一个多台的一个群组。那手工方法呢比较麻烦，所以呢后面呢我们增强功能，在 InnoDB Cluster 提供 MySQL Shell 啊路由，那所以呢到后面也会增强不同的一些功能，包括呢一些MySQL Shell 里头的用法还有呢网络稳定的一些参数配置expect timeout 啊 auto rejoin 呢让我们好处理还有呢就是事务大小的一些拆分，也对我们数据一致的待会有提到一些 eventual 啊 before after consistency， 也对应呢有新部署的一些节点，就是呢 clone 的方法也对 InnoDB cluster 可以做。那后面也增强对于 auto failover 我们 group application 一个群组，它也会一台一台做切换，还是当了一台它就自动切换，但是呢一个重机它连的是一台。那过往呢我们是利用一个路由来做中间的一个接口，那今天我们可以不用这个中间的接口，直接从这个重机直接连到整套 replication 的一个群组，那它会自动飘如果有必要它会飘到另外一台的。那刚才提到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个数据一致，那默认呢就是写主机的时候呢它是利用到这个 eventual 最终一致，最终一致呢就是等于呢你可以看到图上面我们有一个事务 T1 呢他写的时候他会提交的时候会有可能在另外一台上面会有一个 T2 的事务在跑，他跑的时候有可能是读同一个表，他读的是已经写的一个数据呢 T1 的数据呢，还是读没人读到他 T1 写下来的数据呢，在 eventual 的他的数据会过去，但是最终会过去，但是呢他读呢有延时呢就等于他没办法读到最新的数据这个就是 eventual。 那对于一个 before 呢他就改成为就是他 T1 呢他写的时候呢他提交到三台那所以呢在 T2 呢读的一个数据的时候读这个表他会等到这个 relay log 上面的数据真的提交到数据库之后才读出来，就等于他把数据一定会读到最新更新的数据，这个就是一个所说 before consistency 了。那也有一个 after， 一般 after 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写数的一个事务上面是什么来呢，就是现在 T1 呢是 after 的事务after 的 consistency， 他会做的就是先准备写的时候呢他提交一定会等待所有提交成功，他就是 after 才可以成功，所以呢这个就是等于人家去从另外一边读呢一定会读到最新的数据，
向我们的一个同步方法。刚才提到这个 before and after， 就是呢我们前边的一种方法跟后面啊 after 的方法把它并在一起了。最后的一个数据抑制的参数就是 before on primary failover， 对应呢就是当我们在一台当机做切换的时候呢， MySQL 路由呢就应该会切到一个新的主机，那新主机马上可以把它用的时候呢，有可能它的数据还没从这个 relay log 写回去，那这个时候如果真的读数据呢，有可能读到老数据。所以呢我们设置一个 before and primary failover 呢，就是等于它做切换路由切换的时候呢，它要等待啊 relay log 下面的数据要恢复回到这个数据库，成功了做完了才把这一条线把它拖出来给应用然后去做连线，这个呢比较保险啊，风险低。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关于 MySQL operator， MySQL operator 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看到 Kubernetes 这个环境上面有 Pod 啊，有 Stable Set 啊， Replica Set 啊，有不同的服务呢。那你可以看到啊，MySQL 服务器呢有三台，012，那三台就是利用 Group Replication 把它绑住，也是呢 MySQL Shell 啊，它的 Operator 呢把它们呢关联在一起做一个集群。那路由呢就是在开这个上面呢有三台啊，或者是今天有三台这个路由012，那 Load Balancer 就是放出来给客户应用呢去连，然后呢它会连到这个路由，连到后台的一个自动切换的后台服务器。那今天的 MySQL 的 operator 是什么样呢？是一个 beta 版本，那还在开发啊，所以说不是一个 GA 版本，但是你们也可以在网上 github.com/mysql-operator 上面查到，也可以自己下载啊，去使用啊，做 beta 测试。那这个 beta 测试的一些方法是什么来的？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在 MySQL 的服务器呢，就是 port 啊012，就是三台呢，有一个 sidecar 啊 ，sidecar 呢就是 operate the agent 呢，还有呢就是 MySQL 真正的它跑出来的一个服务器。它当然呢会关联到存储呢在 Kubernetes 上面就是利用呢这个 PVC 跟 Persistent Volume 去连，然后呢就是关联到这个存储。那上面呢就是一个路由呢是使用到这个 Status 的方法，就是 Replica Set， 那所以可以特定呢一个零台一台两台三台啊，所以我们是零到 N 的一个台数。那我们看一看一个演示，我今天呢是利用到我们 Oracle 的云平台啊，这个云平台上面我可以在我们查 menu 上面有一个 Kubernetes 啊，查 Kubernetes 上面呢可以带出来有一个叫 OKE Oracle Kubernetes Engine， 那创建 Create Cluster 呢有一个 Quick 啊 Create， 那这个呢会 Create 到Network 基本的一个平台。那版本也可以选啊，我们创建在某一个 apartment 啊，也有这个 API endpoint 放在哪里，我们的 CPU 要多少啊，内存要多大啊。我们 create cluster 之后可以看到它就把一个网络把它带起，路由 through 啊，整个 cluster 都创建出来啊。那做了出来之后呢，我们看一看怎样可以安装这个 operator 啊。安装这个 operator 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可以到网络上面的 GitHub 啊去查啊 ，GitHub 上面呢会查到啊，我们如果你连到呢，它有两个部分，很简单啊，两个 YAML file， 所以呢把这个命令呢把它放到啊你的一个虚拟机啊，这个有 Kubernetes 的一个命令，那把它连到你的一个 Kubernetes 的平台上，把它安装。第一个呢，安装 CLD。Custom Resource Definition 就是把 InnoDB Cluster 的这一些字呢 Backup 啊 InnoDB Cluster Backup 啊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把我们的 operator 的 port 呢也把它安装，那安装的 出来之后呢会看到有一个新的 namespace 跑了出来，也有呢四个还是五个我们的一个 CLD 做了出来，那 CLD 呢你可以看到 get CLD custom resource namespace 有一个新的 operator 做了出来，也会看到 kub control get CLD我们看到 InnoDB cluster 的 CLD 也做了出来了InnoDB cluster.mysql.oracle.com 这个呢就是原来从一个没什么都没有的就是做了出来，那然后呢我们做了出来之后看这个 port MySQL operator 其实不单单是一些定义，它其实是有operator 的port 是跑在里头的。好的，那然后呢我们看一看create 创建一个 cluster InnoDB cluster， 第一个部分我做的是创建一些保密这个用户号，这个用户号呢是连到这个 docker 号这个呢你没做也没事只是为了我在平台上面有很多人去用的时候呢因为做 guest login 呢有限，不可以拉到好像400还是200，有一个线可以拉到 image 的。如果我用自己的账号呢，是我自己用，不然人家是共用的，那时候呢，他敲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做。所以呢，这个我只是 create 一个 docker secret 出来，然后呢 create 出来呢就是 namespace 也做了出来了，做一个新的 namespace， 所以我现在所创建的 cluster 会放在一个 namespace 上面，这个 namespace 呢就是HKOS 上面。那我第一个呢就是 IC01 YAML 呢，就是说我的 password 就是在数据库呢有 my root， 也有呢就是个这个密码welcome1， 那它的 my root 呢是可以远程登录的，所以呢我放这个 percentage 进去。我现在呢 kub control apply -f IC01， 那这个 secret 呢就已经创建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另外的一个 IC02 的 YAML file， 这个 YAML file 呢是什么来，这个 YAML file 呢是创建 MyCluster 上面你可以看到我会有三个节点，有密码，还有呢我刚才第一步的一个 docker hub 的密码还有呢路由呢是三台，我选定了 time zone 呢是加8 GMT 加8个小时，所以呢是台湾时间香港时间，那还有就是存储放在哪里，所以呢创建呢我就是 kub control apply 这个 IC02 YAML， 那创建放在这个 Hong Kong OS 上面，那 Hong Kong OS 上面呢就这个 namespace 上面就现在我会有 port 在跑了刚创建呢就会看到我的 MyCluster0 应该有三台，但是它一台一台做出来，大概呢一分两分钟做一个出来它一台一台做在我的一个平台是这样的。那现在它在跑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创建出来呢我们也会有InnoDB Cluster 这新的命令，我可以看到查看在 get InnoDB cluster 这一个新的不单单是 POD 了，我不单 service 呢，你可以查这个。查这个呢，我们看到三个 instance， 它一个都没有，就 online， 因为它还需要时间去下载去安装。所以呢，现在这个集团它是一个 stateful set stateful set 是一个数据库那 replica set 呢？现在是一个路由路由是一个 replica set， 那我们看看 surface 呢也会做这个 router 这个 surface 出来，那现在我们看一看这几台呢它做了出来，大概呢我们会看到它就跑了三台都跑了出来，我的 InnoDB cluster 呢现在三台都在线了。然后呢我们会看一看我怎么样可以使用到，我可以呢现在去登录在 MyCluster0
啊，这一个 POD 上面啊，就是 container 就是 MySQL， 另外有一个 sidecar 就是 agent 来的。那我的 container MySQL 呢，我可以利用 MySQL 的命令呢去登录啊，哦，在第一台节点上面 MySQL cluster 杠零，然后呢啊，端口呢3306密码，刚才在这个 MyPWS 里头的 YAML 里头写好了，现在我只是把它打进去。打了进去，你可以看到已经可以连到了，好，所以呢，最后我们当然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呢，也可以看到啊，我可以通过呢，就是 Kubernetes 的一些端口开放的 expose 啊，这个 replicate set 路由的端口6446，利用到这个 load balancer 给我可以开放一个Internet IP 地址。那我在我远程登录在这边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大概就是现在我可以利用到这个方法，来利用到这个 IP 地址来登录啊，所以呢，就是我可以使用到这个 InnoDB Cluster。那使用这个 InnoDB Cluster 当然可以做扩展，扩展部分呢就是怎样可以把它改。啊，从现在的一个三台，现在可以改到啊，现在三台，我现在去 edit 这个 YAML 啊 ，edit 这个 InnoDB cluster， 然后呢，这个 InnoDB cluster 上面的 instance 原来是三台，现在把它改成为是五台，那现在你可以看到是三台，现在我把三改成为做五，然后呢，把它存起来呢，之后呢，再利用。这个 add 这个命令呢之后再看多一次 IC 是一个 short form 啊，就是 InnoDB cluster 的 short form， 现在是五台了啊，已经改，但是它还在创建新的第四台第五台，所以呢过一阵子呢我们五台就可以上线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所说的 scale up， 也可以我改三台两台一台，这个就是 scale down 啊，这个是这种的一种方法，也可以通过一种方法来切换主机啊，切换主机。那所以呢，我把这个跳过去了。现在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舞台呢啊，差不多做了出来。我们利用这个 shell 呢，是可以看一看 cluster 上面我 set primary instance， 我 set primary instance 原来的是 my cluster 零，现在呢。我 set primary instance 就是放这个 my cluster 一进去，然后把它做一个切换，我要利用到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看到。现在做一个切换成功了啊，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连的时候可以做的到一个成功了。然后最后呢，我希望可以部署一个 PHP 应用啊，这个 PHP MyAdmin 应用，这个 PHP MyAdmin 应用呢是什么来，你会看到这个应用呢啊有一个 YAML file， 我也是一个 Kubernetes 一个 port， 那定义的就是它会连到刚部署的 InnoDB 集团啊，通过一个 InnoDB operator 去做出来。那它的名字 my cluster 啊，所以呢，它的名字 surface 的名字，重点是 surface 的名字 my cluster 就是它的 host。然后呢，它的端口是6446啊，因为我们用的一个是端口啊6446。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方法。使用啊 PHP MyAdmin 就这样呢就部署出来了啊，等一阵子啊，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部署就开出来启动了，很快啊就 running 状态已经是 running 了。那现在要使用呢，当然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外面的 IP 地址可以做访问，虽然我也是啊创建一个 YAML file
那就是把这个 load balancer 做出来。这个 load balancer 呢，就是会连到这个端口80。那所以呢，现在我把 PHP load balancer 呢就放进去，然后呢，我可以看到这个 service load balancer service 呢，就 IP 地址呢慢慢跑出来。过了一阵子，现在呢，它还在创建这个 load balancer， 所以呢 ，IP 地址还在 pending 等待，所以等一阵子我们等一阵子呢，这个 IP 地址呢就跳出来了IP 地址差不多load balancer 在创建了出来，我们就会有一个跳了出来12915953。那所以呢，我再开 browser 一个，然后把这个地址打进去，然后我的 PHP my admin 就跑出来了。那这个呢，我连呢，就是利用我刚才这个 my PWS 里头的用户名密码，那就可以连到我的数据库。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很简单，我们利用到这个容器Kubernetes 还有 MySQL Operator 呢，就可以实现一个简单的应用。那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做了 operator 出来，当然你可以把它删掉我刚 create 一个 LinuxDB cluster， my cluster 整个名字呢我把它删掉，对于演示中的这个namespace 我也可以把全部的一个做出来在HKOS 上面把它删掉这个也是很简单对于这个 MySQL operator 上面的有不单单是创建简单使用，也可以做备份恢复所以呢它会重启的时候会排序的怎么样去选一个应该代词的方法，它会很自动化的去使用。总结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提到的异步半同步复制也提过呢，就是并发的 multi-thread applier 也对我们的性能有很大的增强，那也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个延时时间那也提到我们的 MySQL Group Replication in the DB Cluster 是今天大部分人采用的一种 HA 的方案。那到最后我们这个 beta 的 MySQL Operator for Kubernetes 呢，现在你们也可以下载，也要等一阵子吧，我们官方的 GA 版本如果出来呢，大家可以再探讨更多使用到你的场景上面谢谢各位注意这个 IP 这个网址 github.com/mysqloperator 现在还是一个 beta 版本谢谢。非常感谢艾文玛的这个精彩的演讲那我们在演讲过程当中也陆陆续续有一些问题进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Slido 上面的问题我想也可以现场就让艾文玛直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第一个问题是，一边写入一边半同步复制，要怎么确定两个都已经完全同步了？这看起来是半同步复制问题吧？对，是。那其实，在半同步就等于写入的一个事物呢，我们要等待它的一个事物也写到另外一些副本，所以呢，这个半同步好像天一半地一半，就是这样意思呢。那所以呢，在应用来讲呢，它提交成功就等于已经写过来了到副本所以呢什么是半同步，就是呢它最后的一部分就是要写到副本的数据库的一部分呢，它还是一个异步复制。那所以呢在提交成功就已经写到另外一边的中介的relay log 上面已经可以成功了，这个就是它代表的一个意思了。希望这个回答到这个问题吧。是，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所以艾玛尼的意思是说，只要你的事物
提交完以后，它丢到对方的 relog 里面，然后那个 master 他会收到对方 server 一个 acknowledge， 他就确定说，哎，这个已经丢到对方过对方的那个 server 上面去了，是这样的意思。是，是，是的， okay. 因为他如果没有成功，就等于有可能他到那边的事情还没写好。嗯，是。如果成功呢，就已经确定了，啊，已经确定写过去另外一边的副本了。OK。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 group location 最大的限制是九台？首先我也看过，之前看过代码，代码里头是写死的哈，为什么没什么，就是已经有一个定义写好，就是九台。那九台为什么九台不是七台不是十一台，还是有一个数吧，那太多，那开销 overhead 就是太多了，因为它有很多风险要等待一二三四，那这个风险呢就等于你的应用要拖住啊，有可能如果平时呢很正常的时候没事，但是多台就是等于多风险啊，对吧，因为它有可能拖住了慢一点呢，你的一个事务有可能会拖得慢一点，所以呢九台我们三台是最小，那五台也是有很多人会使用，那七台九台，所以呢写一个九台只是开头一个数字吧，那所以呢我觉得没什么，就是一个开头，觉得这个是一个好还好应该是够用的一个数。嗯，是，所以基本上就是代码里面写死了。对，写死的。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是 group location consistency 会不会有 rest condition 的问题，后面的 execution 会被先执行吗，会有被先执行的状况吗，这看起来像是就是顺序会乱掉的意思吧。第一我们 group replication 在所说 rest condition 是在副本的一个情况，还是在我们主机数据源头的一部分，先说主机的一部分，当然不会吧，我们一个事务一个事务提交啊，它自己有内部的一些锁啊，所以呢是不会发生的。至于呢副本，我们也考虑到性能方面有一些并发的方法，我们就有时候会看出来呢，就是希望一个顺序，我们有一些设置说要提交的顺序要跟原来的情况是一样的，有一个叫什么 preserve commit order 这样的一些参数，如果定义好呢，它的顺序方法是跟原来是一模一样啊。第一，但是有可能我们也可以把它顺序的方法不跟原来的方法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想副本的性能更高，那这个概念呢就等于那它有可能是后面写的也可以先提交，但是它是不会使用的，当它一定要使用呢，就要把所有事物提交成功之后，最终我们提交之后的一种数据呢就跟原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可以看成为呢中间它的过程我们可以保证它是跟原来一样，也可以我只等待最后的一个最终一致之后，那它的状态是一样的时候才给人家使用，那两个方法我们都可以啊支持，一边是它有可能中间也使用副本，但是也有呢一些使用方法是它提交的一种事物呢要等待真的当机之后要等恢复完毕呢才使用，这个两种呢都是使用的。那对于真的问题真的说哎出来了，那当然这个是一些 box 的问题，那我们到今天已经很成熟了，我觉得因为有很多
一些应用客户呢使用到他的关键业务，应该如果真的问题出来就开 bug 就可以了，好吧？ OK， 好，谢谢。所以我们是有可以选择的，所以根据我们那个consistency 的设立可以做这个决定的。OK， 最后一个问题是 InnoDB Class 的 Router 及它的 server 数会有九台的限制吗？那其实没有的，它没限，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代理，看代理的就是你九台十台路由的都不管，我们所说九台只绑在我们的 Group Replication 的节点数，所以路由是没有这个限制的，它是就是一些客户端啊。OK， 好，谢谢。那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回答完了，那非常感谢 Ivan 马这个跟各位这个做的非常精彩的分享。那谢谢各位，谢谢 Ivan 马，谢谢 Ivan 马。OK， 好，那我们下一个 session 是10:50开始哈，那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大概10分钟以后呢，我们就继续下一个 session。